红星到红星，红星到红星，五分钟而已，对，红星到红星，好，好，红星到红星，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欸，可是 我这个要再改，好，那个这是这是我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证件，然后我直接在这边，其实在 BNI 这边是在做一个叫房贷降减，好，那很多人对这一块我比较不熟悉，那其实操作方式及了解金融的话，经过了一些等一下的解说，你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没有很困难，好。然后呢，其实我在行业，如果说在这个所有领域上面，其实我应该有不止两年时间的啦，好，应该有一段时间的。那我前一份的工作类型是算白酒商，因为我之前在恒光待过，我在恒光待过一年，好，那边是当时候是卖白酒，可是呢，别人说其实我对酒没有很熟悉，那我对金融这一块比较熟，所以我后面去在这家公司任职的时候，才转到金融，就是完全在金融这个领域去做发展，好。那我爸应该是61岁，我妈应该是57岁，我妹妹应该是34岁，我两个妹妹哦，应都是应该，因为什么？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到底几岁。嗯，对。那你自己几岁？我自己36。好好好，自己知道就好了。26，26。好好，知道自己几岁就好，大我一岁。好，嗯，对对对。19。那我业余爱好是我是写书法跟弹吉他，有爬山。哦，那我的那个兴趣，那个我的一些爱好兴趣比较极端一点。哦。然后我感兴趣的活动，比如说打篮球啊、散步。那 我这个人比较幼稚，我去玩一些玩具，好，会玩比如说四驱车啊，然后去参加一些所谓的一些讲座。好，那我现在目前住在桃园区那个立行路，在那个中立特区那边。好，然后呢，在这边算是住3年了啦。那我强烈的愿望是一年要赚1000万。那没人知道秘密，就是说我常常去想一些有的没的，说怎么赚钱，就跟那个安妮一样，好，想要怎么赚钱。对怎么推给我了？对，然后呢，我的成功的关键是，其实我态度比较负责，然后虚心学习跟所谓坚持与诚恳。哦，好，那我直接跳到我们最后一张表格这一块，因为中间太多了。好，请详细说明你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哦，简单来说呢，我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他拥有一间房子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你买一间房子，可是前几年不是房价有涨很多嘛？那房价涨很多，我常跟很多人跟讨论说，你房价涨跟你有关系吗？其实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买不起。不是，第一个买不起，第二个叫做如果说你已经买了，比如说你10年前买了，比如说买了，那时候你买800万，跟10年后你的房价也会跟你10年前800万吗？一定不会，因为又涨，又在桃园区。假设从800万涨到1000万，跟你有关系吗？我常跟很多人讲，是跟你们跟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卖掉。什么叫卖掉？对投资客来讲，好，对投资人应该叫获利了结。可是重点是我常跟人讲，你一间房子从800，你自己自住，从800涨到1000，你不把它卖掉，涨再多都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把它运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常跟很多人开玩笑讲，房子对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是资产是负债？会用的叫做资产，不会用的叫做负债。好，因为很多人说不对啊，洪先讲不对啊，房子买应该是资产才对。不是，重点是今天你住在里面，要不要缴水电费？要。要不要缴贷款？要。要不要缴管理费？负债。你都在出钱啊，怎么会叫资产呢？什么叫资产？对投资客来讲，出租。简单，对，就是出租。我出租的租金大过于我所有的总支出，那个才叫资产。可是大部分人觉得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就像说嘛，现在房子涨那么贵，然后可能再买第二间，买得起一间就很厉害了，对不对？但我专门帮人家做的是说，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你买一间房子，哦，从5年前或10年前买的情况底下，透过所谓的市场发展的红利，带动了所谓房价的增长的情况下，我唯一会帮你做一件事情，是帮你的房子做资产活化，哦，因为资产活化这一块，其实很多人没办法接受，没办法不了解，但是我可以很坦白跟他讲，所有台湾说玩房地产，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房子当做资产在做处理，而不是当做自住。哦，甚至我看过，我台北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大哥哦，他女儿超聪明的，他说我买一间房子，可是他不住在里面，他还是住家里，好，哦，因为他有家里可以住，然后他这间房子拿去干嘛？出租、对，好，哦，那对，但当然是对一般人，对比较有钱来说可以这么做，可是对一般人没办法这么做，因为我自住嘛，所以我常跟人都讲，没关系，就算你自住，我可以帮你有机会帮你从一间变成第二间，那怎么变呢？就是必须要透过所谓金融一些操作。去做一些，比如说资产的话，他帮他做到。所以简单来说呢，我怎么叫房贷人数据？其实简单，举例来说，比如说你今天有一间房子，10年前你买800万，10年后你先比如说涨1000万，可是这10年当中你有没有在缴房贷？有，哦，对房贷，你有在缴房贷情况下，是不是势必说你欠银行的钱越来越少？好，那透过这个方式就很简单，就会原本把你房子从 A 银行转到 B 银行去。好，那房子从银行转到 B 银行情况下，比如说前年的估价20楼，所以那也是走路来的嘛？我骑摩托车。对对对，那永续保新呢，跟一般保险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
全国前四大的保险经纪人公司。那保险经纪人跟一般的保险公司做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们结合了二十七家，你的霸气已经被我入境了。对，嗯、那就是我们保金公司呢，它目前就是像当做你的经纪人的概念。嗯、那保险一般的保险公司就是它是卖保险，对，它就只专属在他们的公司做卖他们的商品。那我们是结合你的需求，就是帮你做客制化。嗯，就是保单客制化，嗯，对，然后收费合理化，嗯，对，这就是我们的 slogan 这样子。那主要家庭资讯就是我爸爸是在做报关行，嗯，对，主要是在茂联就是在那个布桃的对面，报关对面，对，布桃对面有个报关行，那他是做那种进出口报关，就是我们可能国内外进口，那他们会先经过他们。去申请报关的手续之后，是个货柜的，对对对，货柜厂的、哦，就是你只要是进出口的时候，我们商品都经过需要报关的手续、嗯，然后经过他们报完关之后，比如说这个货柜里面有几吨，然后多少东西、嗯，那有时候他们会提成那个发票，就是我们称的 invoice，、嗯、那他那个发票呢，或是传单，或是传票，他、嗯、那个供海关去做抽检、嗯，那海关有可能是。有些商品他会可能全抽的话他们就要赔偿、嗯、那如果没有全抽可能就是部分也是一时一时抽检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妈妈的话目前是理发业，可是她现在已经办退休了、嗯、对，然后我妹妹的话目前是在澳洲开意大利面，在澳洲，对，她在澳洲，哇、哦、对对，她在澳洲，在墨尔本，然后我弟弟是在金象电子，他是当工程师、嗯、对，然后我老婆她是做苏比克保养品专柜买卖，他就是主要他们是在那个做百货公司的柜位，对，专柜的。然后他们家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比如说像你有听过以色列死海盐吗？他们的死海的密度是最高的。那他是专门做，比如说有些人像异位性皮肤炎，嗯，然后或者是比较敏感性肌肤的，用他们家的商品是不错的。就是他主要是做以色列死海，跟一般我们常见的。市售的比较不一样，嗯、对，因为他们老板是以色列的，哦，对，那目前我还没有小孩，然后我们家以前有养宠物，就是养鱼啊，养鸟，然后鱼的话就是养那个雪鹦鹉跟金龙，对，金龙就是那种很大只的，吃蟑螂的，对对对对对，它会吃蟑螂，我们家以前都是喂蟑螂、嗯，那鱼的话又养雪鹦鹉。雪鹦鹉也是，因为后来是因为搬家的关系，然后它环境不适，然后就缺氧就上天了。雪鹦鹉是头上有泡泡那个吗？不是，是嘴巴合不起来的那个，哦、是血红活口和那个莉莉活口两个交配杂交出来的。你家是一颗星的？对，是一颗星吗？对，我家是一颗星的，然后它是胖胖的，连这边脸颊都 胖。然后嘴巴合不起来。对，我们家以前有讲那个，就是他讲那种头有一颗的那个鹦鹉、嗯，那。因为它那个好像是属于杂交的，所以就比较多品种。对对。那后来我们家有养过巴西乌龟，然后也是因为搬家的关系，在那个运送的途中，因为又嗝屁了。对，就是其实乌龟养很久，因为乌龟养了快20年。哇靠！那跟锅子一样大。它从这么小养到这么大，嗯，对。那它什么都吃，乌龟它是高杂食性，它杂食性它什么都吃，也是蟑螂。蟑螂都吃，肉也吃，鱼也吃，它高丽菜什么。啥都吃，都吃。那后来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养宠物要对它的生命做负责，然后觉得我现在暂时没办法对宠物负责，所以我就先暂不养宠物了。嗯，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生命。没错，对对对。然后我业余爱好就是看电影、浮潜跟爬山。对，那我比较常的，最近比较常的，因为浮潜它有季节性，像比较适合在5月到9月这个看风向跟海浪的，浮潜没有限制，哦、浮潜就还好，因为它就是比较属于潜水海域，哦，比较浅。深潜的话，它就会比较有海水潮流的问题，它有潮流的问题，而且要请教练，因为基本上你考到照之后，你可以深潜，可是你通常不会请个教练带你下去，因为深潜要背氧气瓶，对，要背氧气瓶、嗯，浮潜不用，浮潜只要吸管，吸管就得了，吸管跟蛙鞋，然后蛙鞋就看你，因为浮潜，因为我是那个瑞芳的孩子。就是我是东北角那边的、嗯、对，我爷爷是矿工、哇哦、我爷爷是矿工，他以前是挖矿的，他们那一，所以以前我在瑞芳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这边的房子都黑黑的，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煤矿还有那个电马嘎，就是那个火油直接是涂上去的、嗯、所以那边的房子都感觉都黑黑的，防水、就是、那个防水、欸、那矿工超有故事的人，就是讲重点而已吧。啊，有啊，我也听过，他有2次3次的，嗯，有吗？就有上台讲的时候，就是调
整。对，就是依照你的目标来做调整。嗯，所以我大概上礼拜有调整一个最新的一个版本这样子。嗯，好，那我就直接用这张来讲，比较快，就是当然就是可能我今天在做服务跟项目是什么，因为大家只知道我做的是那个境外保单，你知道境外保单吗？听过这个词吗？有听过，有听过。不是你的理解是国外的保险就对了，国外的保险，嗯，对，就是保险一样是保险，但是一个是在台湾买，一个是在跟国外买，对，去外国的保险这样子，嗯，对，那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今天买的时候，我的钱就会自产在海外，嗯，就不会在台湾，嗯，对，那我今天服务其实很简单，我今天做的境外保单第一个服务就是大家可以做退休金，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工作这么努力这么累，然后都是为了以后品质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嘛，嗯，所以你不会希望说我今天这么努力赚这些钱以后我没办法有一个确定的退休。对，对，我所谓确定退休知道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领多少钱，然后有多少钱，对，我可以退休这件事情。 对，因为很多人做投资可能也不知道他未来，因为做投资毕竟还是有赚有赔，有赚有赔，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的退休到底我退休那一天可以 有多少钱，嗯，然后或是一个月可以领多少，嗯，对，那是会就是可能没办法有个确定的未来这样，嗯，但是透过资产配置就是投资一样可以买，我也支持就是做投资，但是有一部分如果可以做成保守的稳定的，嗯，稳健的，我觉得会比较完整，嗯，好，就是至少你那边吃饭钱没有问题嘛，对，好，那是那再来的话，我的那个金融保单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遗产管理，就是有些客户会面临到就是他的钱要给谁的问题。嗯，那有时候可能小孩子有好几个，嗯，那可能我有大小心，我有的，嗯，我不一定会平分。嗯，那可是那个在这个上面，其实境外的保险就可以做到这件事，就是帮你包含说你今天指定给谁，然后给他多少，这個，都是可以去安排的。嗯，对，所以。他就算我今天五个小朋友，我后面四个都不要，都只给大的也可以。嗯，那这个法律也没办法追溯。嗯，对，好，这是遗产管理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婚姻财产保护。好，哦，这意思是说，因为我们钱在海外，所以我在台湾登记结婚，可是台湾法有个离婚有个法律，就是说我可以跟你，比如说我是老婆，然后我可以跟老公要求一半的财产。嗯，我离婚的话，嗯，对，这个叫做那个剩余财产请求权。就是，但是境外财产不在此列。对，因为我钱在海外，海外不是合台湾法，嗯，它是海外的法，嗯，所以它根本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嗯，等于说你设了一个防火墙在这边，你的部分资产可以不用因为这个你要分钱给对方。嗯，对，这是一个方式。好，然后再来是隔离财产，延伸到刚刚前面讲的，因为钱是在海外，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今天红灯右转撞到一个阿伯，结果。那个我可能他可能半身不遂，嗯，然后我要照顾他一辈子，结果破产，结果我没有保险，然后我又没有钱，嗯，那他是不是你就要这个法院一定判你说你一定要给他钱嘛，嗯？可是当你今天没资产，就假扣押你的，他就扣押你的资产嘛，嗯，所以你在台湾所有登记性资产都没有用，全部都被冻结住，嗯，对，那在可是因为你今天做海外一样有一个防火墙。所以为什么有钱人有时候在台湾的冻，他的账户全部被冻结，都还可以生活，没有影响。对，因为他可以领钱回来。嗯，哦，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可以做一个，就是保护你资产的一个方式。嗯，对。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避税。那这里的税指的是遗产税跟赠与税，因为台湾你就是要缴遗产税跟赠与税。嗯，那我一样在放在海外，可是海外是不用遗产税、赠与税的。嗯，所以等于说我在这边，我在海外。可以做传承我的财富，不用缴税，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利基点嘛，诱惑点，就是因为不用缴税嘛，不用特别花钱，啊，可以不缴税，谁要多缴？对啊，对啊，谁要多缴钱，自己的钱出去。好，然后再来就隐私保护，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样，我今天在海外有放的钱，我台湾这边查了，他去国税局调你的财产清册是调不出来的，嗯，查不到你在海外有资产。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场一张保护，因为这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台湾有很多的那个夜市摆摊的市场摆摊老板，他们都收很有钱，他们都收现金啊。可是那他们这些钱可能不一定会报税，那这不能报税怎么办？也不能放银行。